看啥呢？看见那五栋楼了没有？啊？怎么了？等我有钱了买下来给你。买五栋楼给我？也不全给你。你一栋，我一栋。啊？我一栋，嗯，你一栋。那还有一栋呢？还有一栋。打通了它蹦极。室内蹦极。走，干饭吃。牛肉的好吃吗？不好吃。真假的，我尝尝。我说不好吃。我五套楼不要了，我要吃牛肉。不吃了。弄身上了。你弄身上了。没有。